可以扮一下，没有穿紧身衣，只有穿披风的蝙蝠侠，再加头盔，不然被抓的时候比较丢脸。这是叫做这 ，OK OK OK， 我来我来，哎、欸，好好好，耶、yeah! ，Hey， Hi Brian， Hi。士林蝙蝠侠这边是怎样？你自己取的吗？我们是士林蝙蝠侠，没有那么的笼统，是士林第一蝙蝠侠。士林第一不是应该是咸酥鸡之类的吗？一个手游里面有一个角色就是 Batman， 对，然后我在士林区是排名第一的。哦，所以是数字会说话，背后是有 有来头的。Of course， 你自己觉得你有没有什么样的共通点？什么样的共通点啊？喜欢在家穿紧身衣，这没事就喜欢就是脱了半裸然后再拍照，身材好这样。你自己说是 super fan 来着？哦，你要看我的收藏品，这真的你收的、哦？对。这只叫做这 ，OK OK OK， 我来，哎，好好好，对，不好意思啊，工作人员拍摄，因为这个是人家的心头好。我这个从 LA 寄回来的，因为太重了，所以我请他用邮寄的。第一颗回来的时候呢，就鼻子断掉，这是第二个。这是遥控车吗？不是，它就是模型，它是真的可以动的，因为以它的价位应该要可以遥控。收藏品的价钱，我其实年代有点久远，所以我没有记得那么清楚，但是一定是有几万块起跳的啦，对，五位数，将近要六位数的那个区间。cosplay 啊 ，cosplay 很需要很用心，有一个名正言顺的节日就是10月31，也许可以办一下。你们想办什么？没有穿紧身衣，只有穿披风的蝙蝠侠，再加头盔，不然被抓的时候比较丢脸。消失的衬衫哦，不打算找它了，能穿再穿啦，能不穿也就不用勉强哦。因为今天就是有找到那一张。不然在家你有穿衣服吗？不穿衣服是，我因为感觉最近身材练得很好啊，还不错。过年也不太敢大吃，今年过年红包包了爸爸妈妈、妹妹。还有工作人员的，大概也就是六位数左右吧。去年没包哎、欸，去年反而是妈妈包回来给我比较多。对啊，因为她应该也是知道疫情对艺人这个行业来说比较辛苦一点，所以我包给她，她再包回来给我，这就是过年一个循环。